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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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很真心哦。他是要这个。哎，米可白像我是比较下去，对对，好多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可是我现在丑小鸭变天鹅说就还。什么叫丑小鸭？丑小鸭，丑小鸭。丑小鸭。那这个是丑天鹅变烤鸭了。对、啊，因为他本身的职业，你职业是 model 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天哪，那真的太难过了。什么叫天哪？那这么像，我们直接就看那庐山真面目，好想看。来哦，各位，女版的陈汉典竟然来到我们现场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！哎呦，哎，来来，靠近，神韵有像。你们两个要同一个角度、哦，对对，同一个角度，好像、哦，哎，有比照图啦，你看这个照片，对，照片好像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右边是真的还是？右边是他，右边是慧君啊，没有，你是左边啊，右边是慧君，左边是人妖啦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其实蛮难受的，不是，对，蛮难受的，你看，就一个女的长得像白羽，那个不是一样意思吗？对呀、啊，更惨。可是我要讲老实啊，其实就只有照片某个角度像而已，真的，对啊、他本人漂亮，漂亮，对啊、笑笑的说。不在意，那之前有一次要模仿汉典，模仿他，你就把衣服借给他嘛。啊，后来那衣服，后来衣服就烧掉了，烧掉了，对，还拿去行天宫烧毁。有白云在这里讲烧掉多难听，那衣服后来就化掉，对，化掉，化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拿去化掉了，真的烧掉了。天哪！请高僧进来来来，哎、欸、你们两个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互动一下，哦、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一起跳个舞，简直是镜面的世界了嘛！姐姐在干嘛？慢点，跟紧慢点，喂喂喂，哎，算算算算，哎哎，算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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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带他跳恰恰耶耶。耶、yeah, ，陈汉典跟陈汉典合跳恰恰，好看对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耶、yeah ！好温馨的画面啊！陈汉典，毕业是陈汉典，快快快，慧君好不情愿，慧君要疯了啦！跟你跳谁会情愿呐、啊？干脆算了，你帮他排名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最残酷的都在那个一号，他不要脸的，人家这个也很像，他就选了一号。没有，我觉得慧君来讲应该是一号最像，是吗？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寄照片给我的时候，我也在回想说我到底那天有穿女装，假的，太像了，我就觉得那个新闻出来，我要替你担心呢，对不对？现象已经被爆出来了。乱好，那他就抢一号了，一号一号，好吧，来来，就把他挤到二号去，来来来，微风到二号去，汉典，你千万别缺席，否则下次主持人的代班人选就在眼前，出场哟！哎呦，帅哥又帅，好帅哟，帅啊！而且我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，佑胜把眼睛挖掉比较帅，哎哎，没有眼睛，还有这种。那么佑胜像到什么程度？我刚刚进来三立的时候被警卫拦下来要签名。真的吗？警卫会跟佑胜要签名？没有，叫签名是因为说，哎，素人进来要签名。对啊，留证件啊，对啊，你误会，误会，误会了吧？就对不对？要留证件。艺人进来还签什么？快递啊，打个勾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像有没有好处？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有变比较好。你不要讲那么保守啦，交女朋友啦，好把妹，把马子有没有比较好把啦？哦，人际关系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照片，对对，好吧，来来来。哇哦，哎哎，五行哎，蛮像，侧面好像哦。直接就来看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好像哦。哎，不能笑，不能笑太。不要笑，笑了就没了。本人比照片像，你一出来一笑就不像了。对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就从今天开始，是你就是一个不孝子。不能笑了，不能笑了。你看他没笑，他不笑真的像。所以你他自己还曾经以为，他是不是真的跟佑胜是有关系？血缘关系，血缘关系。你有去找过他吗？我之前就是
在我妈妈面前讲，然后我跟她说我是被捡来的，我妈妈听到就直接在我面前落泪啊，哎呦，就说我太伤她的心了，你真的是一个不孝子，真的，对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要有眼睛来，因为她这种单眼皮的像起来好像，那可惜不会唱歌，对不对？不会。不会唱，对了，不会唱就不要硬唱。刚有一人唱那王菲啊，对啊，还唱了一首《西罗卷喵》。对啊，又胜，你觉得应该什么位置？你想挑战他们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叫他们走。可是他今天怎么带号？二号，有没有？你觉得没有办法挑战那个萧敬腾？就是不给他做就对了。好，来来，不好意思，换。嘿，又胜，竟然像到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这帅度说要当男主角也不为过呢。哇，哎，像到什么程度？我出门就被说像。如果厂商觉得欧弟哥太�贵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的酬劳只有他的1%而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而且我像到还可以当欧弟哥的替身。你有当过他替身啊？有，在哪里？在他 MV 里面。哦，哎呦，你有印象吗？我没有印象，听说还被人家挤着要签名。真的假的？我自己都没有那么红嘞。来来来。不要自谦虚，好吧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起来看看吧。欧弟来了，一二三，感觉很像，感觉像，感觉很像，感觉很微妙的感觉，对，对他就是那个眼睛，很像，有。有笑起来，笑起来，笑起来，笑好笑！我为什么要配合他？但是这个照片，我觉得这张照片，照片，那个是光的问题，没有很像。照片没有很像，没有，他太黑了。哦，但老实说，他比较帅啦。你看个子那么高，然后小猪还写歌给欧弟，你说他情节，他已经没有情节，他感情很好的，他感情很好，他还写歌给他嘛 ，1, 2, 3, 4, I 他真的爱，爱对爱，好爱，好了好了，好，不要在人家伤口上撒盐，好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还好，这是硫酸。这么痛。那欧弟的才华那么多。你总该也要一两样。对啊。哦，我去大陆的时候被误认是欧弟，然后老板不相信，他就说你就是证明给我看。我想我怎么证明？张学友，就模仿张学友。但是我那时候模仿费玉清，他想说，哎，欧弟模仿费玉清，你来一段，来一段，好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有点像陈小鱼的感觉，怎么回事？哦，他整个脖子都红掉了，哎，他都爆青筋了。这个郑宇成先生，那么艺术他是不能勉强。你可以唱欧弟的歌嘛，像不像才有三分样嘛。新歌新歌，对不对？你唱像欧弟，然后你又模仿费玉清，你当然很难像。所以那时候没打折啊，他直接说，哎，你根本就不是欧弟。你在百货公司唱这一首？没有，在他那个大陆的一间小吃店。小吃店，不要打折了。你出卖欧弟只是为了要小吃店，只是为了一盘豆干。欧弟的歌唱一首你就中了嘛，来，爱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加油。爱是千上，哎，我自己起 key 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还怪乐队，我抓不到。对。